王者荣耀周年庆，周深贡献了无数名场面，主持加一首合唱，两首独唱。这里就说一个笑死大家，却把周深整到无奈，不知道该不该唱歌的场面。大合唱《千灯之约》时，周深竟然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唱了，也算职业生涯第一次吧。看直播时，大合唱感觉只有周深是真开麦了，其他人都是预录好的，甚至还有两位口型都没对好，而且合唱的时候明显听得出来，周深和其他人是两个音轨。 关键是周深的不知所措，合唱时周深放下话筒想和声，突然发现没声音，迟疑了一下，又拿起话筒，心想还是我来唱吧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音轨周深断断续续有一搭没一搭的唱着，另一个音轨声音极小的当着伴奏。叨叨马上去评论区看了一下，更是被评论区笑死。网友一揣测周深心理，演唱前觉得大合唱轻松，除了个人部分，其他适当唱几句就行。延长后却觉得。 钱给少了，自己唱完了一整首。网友二说挺好的，本来想着大合唱周深的 part 不多，现在挺好，只能听到周深一个人的声音，感觉周深独唱了三首歌。网友三说最后几句周深还想和声呢，放下话筒的两句发现没声音都尬住了。网友四更是直言这是周深和他的伴唱们，不看标题以为是独唱呢。还有网友表示内娱有自己的拿放歌了，哈哈，大家看了吗？感觉好玩吗？